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。你看得见数字，对吧？你刚才没有看我，而是看到我头上的数字。你的模式是什么？模式。模式可以限制人们所看到的数字种类。你的模式是什么？我没有模式，我可以看到那个人喝了几杯，现在还有多少钱，还有人们的岁数。我觉得你比30岁有年轻。原来你是个全能者，我们都是从全能开始的，然后模式就出现了。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些数字？你从哪里来的？来一杯吧。谢谢。那你的模式是什么？我是个测谎者，我可以看到人们一生中说过多少个谎言。这听起来真酷。菜鸟总能看到好的一面。什么意思啊？每当有人对你说谎，你都能看出来，一点也不好。那我要怎么样选择我的模式呢？你不能选择模式，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。那我能得到最好的模式是什么？我宁愿去牵红线。当我看到两个拥有相似数字的人，就代表他们是很合适的一对。你可以通过这个帮助你的朋友淘汰离婚，或者帮他们破坏婚礼。我就这么做了。当我还是个全能者的时候，我以为可以帮助到他们。菜鸟只会看到好的一面。你学得很快。你是个好老师，这一轮算完了。想把我灌醉吗，菜鸟？没有，只是出于礼貌。喜欢我可不是一个好选择。我没有。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只有4位数的年轻人。是我见过最低的，敏感的。让我们为这个干杯！那我能得到最坏的模式是什么？收割者可以看到你还可以喝多少岁。如果5页，数字会下降一格，可以拿手。我们不能去帮助那些快要死的人吗？命运会自动修改，如果你尝试这种欺骗行为。谁说的？我遇到过一个收割者。那我教你一个可以关掉这些数字的小技巧。闭上眼睛。清空大脑，尽量回忆这些数字出现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接下来，数字消失了，至少一小会。没有用，因为你缺少一种神秘的要素，痛苦。但你很快就会有了，数字会导致痛苦。
你还是对我有意思吗，菜鸟？ままならない風に思う。